这个前辈工作上有合作，哎，应该默契算是不错，是应该的哦，好不好？就我们先来考考他们的默契，没错没错。我们今天就来考那个双轮滚球，好，双轮滚球要怎么玩呢？哎，这边就有一个球了，一个球，这要怎么玩呢？没滚呢？那我跟林道宇来示范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球就贴在我们中间，这开始好了，我就开始滚，两个人方向转，到底能滚到多少圈？你们好逊啊！哎呀，因为他一直在转，你都不转，一个示范啊，一个示范，在30秒里面呢，滚的越多圈的，就是胜利。哎，来考考大家的默契啊！那我们现在分一下，好不好？谁跟谁？那我们就从从跟统统一队，好不好？统统统也算是前辈，真的，他最近也常常来我们节目，我瞧，贡献很多，太好了，所以他跟道远应该很真的来吧？唐真啊，对啊，为什么漂亮的都给他？喂，没有。喂，然后更漂亮的留给我，童趣的留给你，童趣的。哎，那虫他杂技也很厉害，我们就虫跟童先来好了。双人滚球，计时开始。掉了就掉了就不算了啊！还有一圈，一圈，第二圈，哎呦！回来到再就定位，快点快点，来了，哎，有那么难吗？哦，两千，加油加油，来，哎，快，9、8、7，哦，3000，快点，5、4，手，3、2、1。3圈，哎呦，虫队3圈了，3圈太容易了，三圈其实随便还不错，3圈很好了，算不错了。哎，其实我知道啊，唐真是跟一个球在转另外一个球哦，开玩笑，他一人玩2球哦，公转自转的道理要懂清楚，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行星，我们要有一个恒星，有一个行星，这样才转得动。哎呦，了解吗？有啊，双人滚球，计时开始，开始啊，跳跳。哇，这感觉就很没有默契。哎呦，掉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，惨吧！赶快！不要停，不要停呢！拜托！哦，一圈了，不错！手不能碰哦，哎，手不能碰，哎，手不能碰哦！两千，开心你！哎，还可以，加油！不要死！好哇，三圈，不错！哎，还有这样，这手把它扶正的，还可以这样，要等它掉地才可以吧？4圈，不要急，还可以这样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哎呦，这位好像有5圈哎。侧凡哥这一组好像默契，对，那我们就一样老规矩，分开了，默契好的。基于默契好不能再同队的原则，所以只能这么分啦。王彤、张克凡、林道元共同组成统同队，要来与爱成、唐崇盛、唐真组成的爱成队来一较高下，精彩好戏即将要来开一战喽！耶嘿，默契大考验，花样小孩。第一回合台语先生教同队派出的就是统统，我自己本人是的。好，默契大考验，期待啦！台语先生教第一回合计时3分钟开始。好。那细汉的时阵，拢赛哩，咧比赛，啊，拢会比起跑线。第二哩是跑，第二哩听我讲，第二哩紧的，等到变慢。每个人身上都有。慢跑机，慢跑鞋。来，好，答对。距离，距离。嘿，公衡吼，嘿，有一个物件吼。公衡，手不能动哦。你那刮不好吼，会较痛。健康不大。哎呦，对，水，好来。咱第二哩吼，咱。结婚吼，拢会提啥物物件？会使菜粿，不是菜粿啦，你在包菜粿。你最爱食西饼。嘿，对。第四哩，第三哩，第二哩。您爸爸的妈妈你叫啥？爸爸的妈妈小三。喂。你讲啥？第三哩就是骂，哎，啊，第四哩，你找你男朋友约会，啊，哎，3个月以后你会吐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孕吐太喜，不是，好，这是一个成语哦。恭喜哥叫啥？怀孕。第四里是怀是啥？怀
怀。所以成语是讲那个人，但并不是讲那个人。骂怀，指桑骂槐。对，哎、好，恭喜答对。啊，又猜出来。有一种也头顶有一个卡。独角兽。哎 ，MC， 哎，前面两个啊，第三个哦，咱独角仙。哎，对哦。恭喜答对，谢谢谢谢啊。哎呦，哦，是。三里吼，三里，你有一个希望，啊，你要哎变成真实的，啊，你就一路成真。三里，哎，你等一个圣诞树，音格啊，等一句来宾，许愿池，哎，来，那这就是谢礼，谢礼，哎，好，啊，这个物件吼，伊是台湾相关的所在是哪位？101，不是你，三，嘿，然后哎是跟台湾。四个字，动作，嘎做，两边的，中央山脉，恭喜答对，二一，哇，我开车我无啥，我台北开到屏东应该无啥，没有啊，哎，第二你看等下买啥，看等下买啥，买啥，买啥，你买啥才会当你去看啦，跳啊，嘿啦，跳游，喂，什么叫跳游啊？跳游，游票，哎呀，您这也是香油啊，哎呀，您看这个蛮跳游啊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有的时候抓这个地方会紧张的，他其实他还不错哦，我很厉害嘞，你们觉得他中间好像有一题有卡关，卡关，卡关，在这边恭喜陀螺队答对了8分，马上攻守交换，台语下下叫，现在攻守交换，换到了我们爱晨队，爱晨队，台语下下叫计时3分钟开始。在春节的时候呢，有一种做垃圾的物件，会飞去踩顶冠，那叫什么？蚊子。不是，较大只的，啊，有一点啊，青青。较大只青青，苍蝇啊，苍蝇什么？苍蝇拍。嘿，掉。你若要开门要用什么？锁匙嘿，你即马你那是啊？你是玻璃什么？玻璃圈，嘿，是钥匙圈。哎，对了，我没讲你。桂林，我听到啊。即马就乖点点啊，大家拢在。桂林，你爱讲啊？桂林，这下糗大了！爱成与唐僧鸡同鸭讲的状况，将要如何达成夺胜的心愿呢？桂林，我听到啊。即马就乖点点啊，大家拢在。桂林，你爱讲啊？几个字？三里，今麦就乖，阿兰侬会去吃什么？火锅。嘿，啊，什么去对吃火锅？火锅店。哎，恭喜答对。来，好，四里，成语，好，咱讲起后边三里，好，咱讲起了张克凡是大什么啊？跟道远大什么？大口袋。哎，口袋，嘿，口袋。啊，对，咱手顶端有一支手，五支什么？手指，哎，你就是指，嗨嘛，指下面口袋，指日可待，对，哇塞，第三日咱要出去爱开什么？开门，嘿，对，什么门？对，什么门？什么门？你爱讲啊？什么门？哎，那要去两面像啊？哎，叮咚。没有去，讲国语动门，哎，对，你讲国语，你不要讲台语，好，哦，这三里吼，伫埃及吼，埃及有看到吼，迄三角形的吼，金字塔，来，对，来，我觉得卡通人物，几个字，四个字，三里，我觉得卡通人物，哒哒哩哒哒哒，三里水手，没有，来了，警察龙队。警察，恭喜你对！乌龙派出所，恭喜他对！哦，很好啊！我们在骂一个人，怎么你要死了？要死了！我是活嘛？啊，有些成语叫要死不活嘛？啊，要死圈嘛？对不对？要死，然后再圈。对呀，你用的那个方式太复杂了，是哦，复杂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就早跟我讲，你的头脑比较简单，我就用复杂的方式跟你沟通。现在才知道吗？爱神在第一回合得到的是7分，到目前为止只差了1分。紧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回合。是比一比，没错，攻守交换，换到一样是我们的彤彤队派出的代表，就是我们的右鼠李大远。好，今天真的讲到右鼠，加油了，好，能力是比比计时，6分钟开始。哎，林峰，喂，林，是谁？宪哥，吴宗宪，烤肉，
烤，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烤烧烤店。这是干嘛？这个喷水池，喷水池，快点加油！你都先在烧烤店拔萝卜。好，恭喜你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。好，吴宗宪，吴宗宪，宪哥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串烧店，串烧店啊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有对，这个有对。好，第三个重点来了。哎，抓鱼，抓，哦，抓鳗鱼，哦，很接近，但没那么大。抓泥鳅，吴宗宪在串烧店抓泥鳅，恭喜你，来，被你想到了，上，对的。撞球选手，撞球手，撞球选手嘛，撞球选手。矿场打保龄球，矿场哦不，它是一个农作物的地点哈，农作物的地点，所以你恭喜你答错，哎，人跟事是对的，哦，地是错的，我们应该是赢定了，撞球选手，好，请看清楚，这是哪里？哦，地瓜 ，very good， 哎，田，撞球选手在地瓜田打保龄球。撞球选手在地瓜田打保龄球，恭喜大家，很好，是的。哎，赛车女郎，好，这个厉害。来，赛车女郎，赛车女郎在服饰店开香槟，哎呀，开香槟啊！你就这样呀。赛车女郎在服饰店开香槟，恭喜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，差一点点而已。开香槟哦，同样的类型。哇，这看起来不像赛车，你比起来好凉啊！赛车女郎在服饰店，好，九。哦，赛车女郎在服饰店开酒瓶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！来，雪人，这个一看就知道，你确定不是小布偶？啊，雪人在，哦，好 ，OK， 来，刚才他一次比了两个故事，哎，哦，雪人在。什么地方打锤球？什么地方？它是一个发人省思的地方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事件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了地球的一个引力哦，地心引力对。雪人在苹果树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点讲。打哦，打锤球，恭喜答对。来，哎，他马上现在记忆力不好哎。嗯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呀，就行啊。哦。哇，很基础咯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项嘛，监狱，跳房子，跳格子，好，请作答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监狱跳房子，恭喜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。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嘿。监狱，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蒙娜丽莎在监狱，好，好啊，这个是重点喽，哦，跳跳箱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想跳跳箱，蒙娜丽莎在监狱玩跳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把口尾来，这算是厉害的喽，挖，哎呦，挖人，哎呦，比得好好哦。在田农田，灯塔，哎呀，遛狗，蛙人在灯塔遛狗，恭喜他对，哈哈，这什么啊？扫地，扫地，妈妈在，妈妈，妈妈在赛车场是不是？啊，只有妈妈会扫地啊，很贵哦，妈妈在赛车场。拖地，拖地板，对对对对对，擦地板。妈妈在赛车场擦地板。哦，清洁工人。恭喜你答错。啊啊！只有赛车场地是对的。
看看，哎呦，克兄有清道夫，哎呦哎呦，赛车场嘛，清道夫在赛车场，脚底按摩店干嘛？开香槟，拖地板，哎，地板多了一个字，拖地。清道夫在赛车场拖地板，恭喜团队，来加油！哎呦，网球选手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哎，狗房，跳草群舞。网球选手在狗房跳草群舞。狗房怎么有人会讲狗房呢？好怪。狗三、狗屋。二、一。网球选手在狗屋跳草群舞。恭喜答对。哇，超强的，这个超强的，超强的。你的两位队友表演的都很棒，真的，我发觉柯凡哥都演出那个精髓，很称职。对，统统队在这一回合表现的非常好，得到的是八分。高分，高分，马上空手交货。空手交换换到了我们的爱城队。对，我想爱城队在这一回会有压力了。不会，刚才表现得非常好。虽然总轴哥一直这样推我，但是他的内心是爱我的。好，我们不要让观众失望。你不要想太多，你不要让自己失望就好。加油啦！来，好，人体是比一比，计时六分钟开始。球场，哎呦，弹珠台，弹珠台，康康舞女郎在曲棍球场打弹珠，恭喜你答错，人跟地是对的，事情是错的，腿抬高一点，小心裙子，他穿裙子，抬高一点，什么抬高一点，康康舞女郎。什么？真的什么？在曲棍球场，在泼水节，在泼水节，这什么啊？开瓦斯炉啊！危险危险！开保险箱竟然变成开瓦斯炉，爱城队会开瓦斯炉啊！他通常拿来放置非常贵重的东西。哦，保险箱，开保险箱，看看舞女郎在曲棍球场开保险箱，都是瓦斯炉吗？好，保姆，哎，保姆，保姆在浴室，哇，浴缸里，保姆在浴缸里给小费，保姆在浴缸里捞金鱼，哇塞，保姆在浴缸里捞金鱼，恭喜团队，来，真的假的？体操运动员。体操选手，哦，在滑雪场，铁达尼号，哎呦，哇塞！体操选手在铁达尼号拔河，体操选手在铁达尼号拔河，哎呦，康复了，来，你康复了，我怕他很快要去做复健，指挥家，这个是。指挥家在鸟巢里面，哎呦！指挥家在鸟巢里面，真的搭公车。指挥家在鸟巢里面等公车，哎呦！恭喜大哥，快点！电起田，红龙红。你的快拆完，快点！在钟表行，红龙红在钟表行里面。红龙红在钟表行里面烤肉，红龙红在钟表行里面烤肉，恭喜大哥！耶，来呀！我想看你怎么比乌龟、蜗牛、理发院，哇，理发院，蜗牛在理发院，理发厅，蜗牛在理发厅打鸡蛋。蜗牛在理发厅打蛋，恭喜团队！哎呦，我们有一个快准的感觉，对啊，他做动作快准的感觉。婴儿在里面，田里面，嗯。
婴儿在田里面看报纸，农田里。婴儿在农田里看报纸。恭喜答错。哦，人跟事是对，地是错的。婴儿，婴儿，婴儿。母奶啊，母奶。婴儿。快转板。真的快转呢？哎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点哪？什么点哪？婴儿在矿坑。婴儿在矿坑里面看报纸。看报纸一定要翘脚。婴儿在矿坑看报纸。看报纸一定要翘脚哎。快点。大肚子。牛牛。母牛母牛。母牛母牛。没有母牛。母牛。对啊，母牛没错啦。母牛在许愿池。对对对，许愿池。哦耶。耶耶耶。母牛在许愿池。拜拜。许愿。哎。你错的。母牛在许愿池许愿，恭喜你答错。哎呀，只有事情是对的，人跟你是错的。不可以出声音。牛，牛奶，牛奶，牛乳，牛乳。哎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挤挤牛奶，挤乳牛，好乳牛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乳牛在金子店许愿。乳牛在金子店许愿，恭喜大家！哇塞，快点，快点，韩正耶！这什么？教堂？别乱比啊！叫比哪里啊？干嘛挤？又挤牛奶啊？又挤牛奶？是你想喝牛奶吧？哦，这个地方。是干嘛？是阿庞最爱最爱做的事情了。牧师在普星农场，宝贝，恭喜答错，这有事情是对的，人跟地是错的。金刚，娘调，娘娘炮，东方不败，神奇台，司令台，神奇台，哦，三。八杯，八杯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八杯，二、一，卡住了啦！哎呀，这东方不败在升旗台，八杯，厉害吗？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你看过东方不败在那边跳舞这样吗？基于我对前辈的尊重，是也基于你这一场，应该是你主持界以来啊，真的猜的最厉害的一次。开玩笑，我必须要给我们虫虫哥再一次机会。对，就是五秒钟，五秒钟，加油！计时开始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。爱情的理论，红顶艺人啦，请作答完整的答案。红顶艺人在升旗台广播，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哇！爱成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九分掌声，棒棒棒！两队两回合加起来，成绩同队得到的是十六分，爱成队得到的也是十六分，两队平手。前面的带领之下，两队站成了平手，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战，好不好？但两队表现都非常的杰出，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来宾，谢谢。